Ancient brick restoration is a unique traditional craftsmanship, including the decoration and the renovation of calligraphies, paintings, and rubbings. Xing Yamei is a restorer at the Ancient Book Restoration Center of Shanxi Provincial Library. She has devoted herself to the sea of books and built a bridge for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ancient books with sincerity and love.我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件就是我们已经修复完成的那个西夏文大藏经绘画，背面修复完成以后，才就是剪去多余的那个补纸，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残片放。我是三线省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的一名修复师，我叫邢亚梅，从事这项工作最一开始都是2002年，一直到现在，大概有20年了吧。修复师邢亚梅所在的山西省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开始于上世纪6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2009年的时候，中心被命名为国家级修复中心，成为12家国家级修复中心之一。从有了古籍，它只要有破损的话，那么就会有这个古籍修复这一项工作。我们在修复过程中，首先必须遵循修复原则，拯救如旧，过程可逆，最少干预。系统的说，应该是抢救为主，治病为辅。西夏文大藏经这个绘画是我们馆藏的一个残片，它是西夏文大藏经绘画其中那个说法和助赞图，它仅存的就这么一折。因为它破损太严重了嘛，就是曾经有人修复过，他在他的背面就是蹭了一张纸。我们在修复的过程中，就是把他原来曾经修复过的那张背纸给他揭掉。揭这个背纸挺麻烦的，因为他用的浆糊的原因，他那个浆糊不知道用的什么材质的浆糊，特别黏还是特别难揭。我们通过就是温水轻轻的浸泡一下，让他那个浆糊柔软一点，基本上用这种方法把那个背纸给他揭下来。从国家级珍贵古籍21件到地方特色文献退祥斋日记，从馆藏拓片到如今刚刚修复完成的西夏文大藏经绘画，省图古籍修复中心的修复师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古今连接在了一起。修书是与古人的对话，也是和后人的交流，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它是一个长久没有终点的工作。直至今天，山西省图书馆古籍修复中心的工作仍在继续。正是这些修复师们为现在的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便捷。更多的研究者通过修复后的古籍，能够更清晰地了解历史的原貌。